你好，欢迎收看《影响世界》，我是黄慧玲。前玛莎格莱姆首席舞者许芳怡最近发表了新作品，她和目前中国大陆在西方舞坛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谭元元共同合作《二乘二》，两个人在舞台上做出相同的肢体动作，但是分别演绎出不同的韵味。许芳怡另一个作品则是用了林强的音乐，还有侯孝贤的口白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作。两位舞者双手画圈，动作时而一致，时而开展出自己的方式。这是华人知名舞者许芳怡和谭元元共同的舞作《二乘二》。元元跟我做，我们做一模一样的动作，但是可能呈现出来的余晖、还有温度、还有想要诉说的肢体语言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很刺激，谁都不能慌神，谁都不能出错，要错就大家一起错。很有意思，而且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。这次许芳怡和中国大陆知名芭蕾舞者谭元元合作，堪称是舞蹈界的梦幻组合，将现代舞与芭蕾舞完美融合。一开始我们就在想到说，这个现代舞和芭蕾舞怎么样合作？但是呢，看到他以后就很开心，然后就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的共同点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他是整个就是，他一个是一个舞蹈的精灵嘛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非常开心。没有办法，你一辈子你注定就是哇，用这么这么多烟雾让你走。组合的演出，许芳怡今年也积极为年轻艺术家创作。这支舞蹈《Chinese Talk》搭配林强的音乐，还有导演侯孝贤等人的口白，舞者穿上红色舞衣，有时像是八家将的舞蹈，有时却是街舞的肢体。这里面我从来没有想要去诉说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背景，或是怎么样的打拼，怎么样的感伤。所有的动作，所有其实是音乐唤起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多的形态，不管是庙会，然后。不管是八家将，但是我也没学过八家将，民族舞蹈、民俗、鞭炮的声音，有好多好多小时候的回忆。舞作二乘二总共演出七段作品，看两位国际知名舞者融合现代以及芭蕾元素，激荡舞蹈火花。